今天出发的时候，他特别准备了一个爱心惊喜给你。什么惊喜？刚才我们的那幅画看到了吗？其实哪幅画？刚才灯光太强烈了啊！我相信稍后的时间可以看得到，有高清原图发给大家啊。当然准备了这份惊喜，其实我相信上海对于 Jason 来说应该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地方。当然，我觉得必须要用上海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说对不对？不是，但是我们说他们可能听不懂，听得懂。我在天上溜了。OK， 侬好，我是 Jackson， 想要拿到轻松，来到本啦，听不懂了吧？你看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听得懂。吃过饭了吗？啊，吃过了。这个我能懂啊，吃过饭没是吗？哦，对。哇哦。是的，其实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的 Jackson 作为我们香港美心的代言人，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这个。对，第一次。现在的心情怎么样？特别荣幸被作为美心的代言人，然后也是从小到大，你知道，中秋节就是美心月，然后非常感恩。对，是的，我相信其实对于所有朋友来说，我觉得中秋如果少了美心月饼，总觉得少一点什么，少一点。所以要问一下我们 Jason 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美心有非常多这个美味的口味，哪一个是你个人最中意呢？喂，你怎么知道？猫山王，猫山王，猫山王，猫山王榴莲，没错。猫山王，榴莲。不要管我，我自己来好吧。好，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口味，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各位也想品尝，而且接下来这个时间是给各位发放福利的时间了。我们首先要开始的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互动环节，叫做我们的这个游戏名字用心猜口味。来，首先劳烦我们的这个幸运的四位粉丝先来到舞台上啊，稍后介绍规则，有请。嗨，欢迎，来，我们站到中间来吧。好，劳烦我们的 Jackson 来到那边去了。 OK， 好，没问题，稍等一下，先不要露出我们的月饼啊，稍等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哪一组先来，我们两两分组嘛，哪一组先来，你们先来是吧？但是我们到这边稍微等待一下。 Yeah喜欢你的帽子啊。好，欢迎。这边先好，那两位我们到台侧稍微等待一下。好，稍等一下。我去哪？稍等一下，不要着急。两位怎么突然聊起来了呢？来，我们到中间来啊。首先介绍一下规则，稍后两位需要戴上我们的眼罩，那么所有的口味在我们后面随机将出现。接下来这个让大家嫉妒的环节就开始了，就是要由我们的 Jason 亲自为他们吃月饼。哇！然后你们要猜出口味是什么才算挑战成功。猜出口味？嗯，不是我猜，不是你猜，对啊，是你为他们吃。请你们看前面，看前面 啊，先戴上眼罩，小心。好，没有问题。来，劳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可以选我最喜欢的吗？你这算剧透吗？这个算这个剧透吗？来了，来。好，你先，你别紧张，你先啊。好，先，等会儿，不好意思，先闻一下。嗯。有猜出来吗？好，来了，三、二、一。OK。什么口味？好，不要激动啊，先品尝口味。啥口味？哦，对，所以我们看到真的这个原材料好就是好，一进口就感受到浓郁的巧克力吗？对，是巧克力。恭喜你挑战成功，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有没有这么简单，稍等一下，不要着急啊。下一位，作为你的队友，那我只能选我最喜欢的。好，我没有选择，但是，讨厌，刚才这个时刻有没有认真听讲啊？好，三，好，你先闻一下啊。你已经知道了，不是吧？喂，你说榴莲。但是我觉得厉害。好，这个时间不能怪我啊，只能说刚刚那这个罗红吃了，只能说 Jason 带你品尝了啊。好，老板两位，我们把这个你想品尝吗？不
不是没把你的刀带下来了。不好意思，你没多吃了。没事，这里还有。没事，稍后的时间还可以品尝啊，没有问题。没事，买来吃就 OK 了。是的，买来吃就可以了啊。对对，一会儿到你了。德行两位同样先戴上我们的眼罩。可以换的选择吗？已经换了，换了。对，好嘞。我到现在台上还闻到一股榴莲香呢，真的。来喽，你先了。好，三二一。好，是啥呢？稍微慢慢品尝一下。我可以告诉你是这个黄色的。三二一，你先吃。没事，我们等一会儿吧，我们等一会儿慢慢品味，先消化消化，对吧？给你提示一下，这个水果是黄色的。好，稍等一下，一会儿公布答案。嗯，第二位先来了，来，你啊，准备好了吗？你别动，别动，别动，三二一。好，我们请他们下来先消化消化，然后过一个小时再上来。那我估计下面的月饼应该已经被他们就直接吃完了。哦，你先来吧，你先来吧，你觉得是什么？芒果。对，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好，下一个，你觉得是？哈密瓜。说哈密瓜跟哈密瓜是朋友，谁？哈密瓜，奥莱梅。对。哇哦，这真的是偶像跟粉丝之间的沟通哎。哈密瓜的朋友是蓝莓吗？我今天第一天知道的。这都是朋友吗？好，没问题。还有什么的都是。来，我们今天有请我们四位一起到中间来。四位将有机会得到的是我们美心送给各位的七星半明月的套盒，没错，到舞台中间来就好了。有请我们的 Jackson 为他们颁发我们的奖品，一个一个颁发。是的，七星半明月的这个套盒呢，口味最多，所以适合一家人和我们来共同分享。那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各位啊，在中秋节一起和大家七星半明月共赏美景。好，那老板 Jackson 在我们中间来一起合影留念吧。哇哦！好，这个时间，谢谢，掌声送给我们四位，谢谢，谢谢。这个时间真的不忍心打断他们啊。好 ，Jackson 请留步，好 ，Jackson 请留步。好，谢谢四位。刚才这个环节呢，对我们的四位粉丝是一个考验，因为他们要猜口味。下一个环节对你来说是考验吗？好，来，你不怕对不对？放马过来是吧？好，首先放蘑菇嘞。好，今天真是这个发挥了我们这个本地优势啊！这个上海话我还真是听不懂。来，有请我们这个四位粉丝来到舞台上，有请。好 ，OK， 同样还是四位。你好，你好，你好。来，有请。好，稍等一下啊，不要着急。来，有请。好，我给你介绍一下游戏规则了。我们四位，先请两位到中间吧。好，一会儿他们将戴上耳机，然后呢，还有一个麦克风，耳机里面会放音乐。然后要求四位啊，听一下规则：任何的歌词只可以用美心冰皮流心奶黄作为代替，不可以出现任何字，其他的字。然后你要猜出来是哪首歌。我猜。对 ，OK， 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好，我们第一位啊，准备开始。第一位，好，好，戴上麦克风，你们别在面上大家，过来面上大家，过来一点 ，OK。好，听到歌曲了吗？准备开始。他还怎么唱歌？给你吃冰皮月饼，给我吃流心奶黄。好，继续，不要停。冰皮月饼，流心奶黄。给你吃。歌名是什么？这不是我的歌，是刘伦哥前辈的歌。对，是安静，安静是吗？各位觉得是吗？好像不是，是啊，唱戏。稍等一下，我来。
确答案。其实我知道了，是我最新还没有发布的歌是《你心月饼》。你心月饼，你心月饼，而不是你心月饼。好，不是的，不是的。好，我们再来一下，再尝试一下，老板，我再放一遍。好，不好意思，我真的没能力。可以提示你一下，这首歌有人和你一起合作。哎，别说，别说。是的 ，Carol and me， 是吗？哇，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答案是什么？请看。好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我们最后一首歌了。哇，好，哇，谢谢。这个挑战算难吗？OK 了。好，来，最后一位，开始酝酿。不会，巴比龙啊？没，我也不知道啊。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不行。好，老板，我们四位都到舞台中间来，都开对了队，四位到我们舞台中间来，谢谢你们，谢谢。这个时刻，我们知道，稍等一下，先不着急啊。这个嘉尔，无论是在我们这个创作方面，还是我们的艺术方面，其实为我们带来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这个时刻，请为他们四位做稍微做一下点评好吗？我觉得都很好，因为Jackie 唱歌很好听。是的，对，你不知道 Jackie 是谁吗？这是我的朋友，叫有众多这样的人。Yeah，
是的，我觉得各位呢，刚才的确这个歌声当中透露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趣味啊。好，稍等一下，这个时间，对，劳烦我们的工作人员，礼物对吧？嗯，给你们来。这个呢，送出的就是我们 Jason 最喜欢的猫山王榴莲冰皮礼盒。好，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呢，采用的是我们马来西亚猫山王的榴莲肉，而且都是原熟，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而且再加上我们这个新鲜的果肉和口感在一起，层次更好。老板，我们一起回头念吧，要不开空间？好。这个时间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所有的 Jackie 说？非常感谢你们，我可以说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我先把手机就不用搞，我十月要发专辑了，所以希望到时候新的作品你们会喜欢。九月两首单曲，十月专辑。对，然后非常感谢你们。我觉得这些话我已经说过1000次了，是，我觉得都知道。嗯，对，听不厌是不是？对，是。所以各位鼓励和支持的掌声也给我们的 Jackson 好吗？当然，除了我们这个新专辑要发布之外，还有我们美心的这个广告的首映，稍后也会为大家来共同公布。好嘞，这个时间呢就辛苦我们的 Jackson 先到我们的台后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又休息。对，一会儿见，一会儿还会再聊，先休息。嗯。Yeah, 你也休息一会儿，我没有。啊，辛苦。是的，我相信其实每一次 Jackson 的出现呢，就如我们每期乐评带给大家不同的尝试和不同的口味一样，这就是最新鲜、最潮流来分享给大家。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好，各位的掌声在哪里？压力非常大，都是我们极具颜值的男神，但是好在这两位就是带给我们非常温馨和美好，所以我感觉到其实没有压力，大家说对不对？对。帮你回答。好，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么多，今天也是我们要和大家即将见面，我们美心乐饼的一个全新的广告。其实我首先想问一下 Jason 的是，在这次合作当中和我们两位前辈偶像一起合作有什么感受？是你说拍摄的时候吗？是的。我跟你说，西兰哥是很会照顾人的一个前辈。嗯。拍摄的时候，我们有一幕是要弹钢琴，要打鼓，要什么？其实你们看到，我就现在说，老实说嘛。其实在那个视频里面，就我们好像在台，好像在哪，其实根本没有声音，你知道吗？所以拍摄的时候有多尴尬，然后哥就在旁边，没事，我们尽情的享受就好。Imagine， 对 ，Imagine， 想象，这就是演戏，佳佳。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拍摄，非常感谢哥。不尴尬，我相信三位的颜值已经代表了一切。其实这个时候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崔脸，就是今年的广告的主题能不能先和大家稍微透露一下？今年真的非常高兴 Jackson 的加入，让我们更热闹，而且真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艺人。我本人很心想，我们去年就认识了嘛？对，在美心的活动上，真的很高兴，今年能成为代言人，变成一个大家庭。我希望每一年我们都能够一起去把中秋节最快乐的那种感觉感染一下大家啊。对，谢谢，感谢。嗯，那今年广告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用心团聚人。嗯，其实相信各位明眼的朋友稍微可以往我们的左右手两边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舞台的背景两边，其实我没有看到我们有一辆 Moon Trail 的旅行车。今天的广告主题呢也加入了音乐，
啊，对，三位我们的代言人在当中扮演的是我们的一支乐队，把美好的音乐还有月饼还有所有一切最美好的事情传递给了大家，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当然一会儿来和大家来共同揭晓，大家也非常期待啊。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 Jackson，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时刻？对，难忘就是也寄了很多的月饼。我们有那天是下雨的，你记得那个天气，还好我们都遇过天气，一切都非常美好。对，很大的雨，然后我们有一个景是在外面拍，然后要给他提前一拍，这个很久。好，其实我们感受到了这些难忘的时刻，所以最后悬念要落在究竟最后这个片子是一个什么样，让我们一起大家共同期待。还有就是想问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是那个喜欢这次的广告吗？我是啊，你说我以为你又想问在拍摄过程有没有看错的。我相信所有难忘的时刻最后一定都会在我们的片子里面呈现。我非常喜欢这个广告。让我们的 Jackson 有了这么多难忘时刻的一条广告，以及让我们的施磊哥这么喜爱的一支广告，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在稍后的时间来和大家共同见面，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了。Yeah. 各位朋友们期待吗？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相信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心跳马上要爆棚的时刻了。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在开场之前有投入到我们这个奖项当中的心意卡，有印象吗？有投的朋友们举手试一下好不好？这是专门给两位粉丝的福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赤练和我们的 Jackson 一起来抽出我们那张卡。首先要劳烦我们的赤练抽出一位，现场拨通他的电话号码。各位赶紧保证你的手机此时此刻通话正常。哎，有了。稍等一下，手机在这边。好，保持悬念啊，我们什么都不说，一起来看究竟是谁。138，178。前面有什么是对的？好，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个时刻，哎，挂线嘞，挂了，啊，百度给你挂了，这是什么？好，就你先上来吧，来先上来吧，对，有请，掌声有请。我要确认一下他的名字啊，对，来，有请。叫什么名字？叫许愿。许愿。哦，小名叫七七，难怪。OK。好，好看了。刚才其实有一个环节是需要沟通之后，你为他送上我们的中秋祝福，那就直接面对面的祝福。那我希望你今年的中秋节能够跟快快乐乐跟家人一起吃顿饭，然后一起吃美心的月饼，好不好？每年都吃，太好了。那今年有很多新的口味，也有尝试一下。OK， 谢谢。我觉得这个笑容真的甜化了。来，有请我们的 Jackson 一起，我们一起为留念吧。来，好，这个时间，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幸运的朋友，谢谢，也期待中秋快乐。好，接下来第二位要劳烦我们的 Jackson 来为我们抽出了。对，拍照的可以先把手机放下啊！来，好，直接拨通，帮我拨，好，拨电话，好 ，OK， 叫什么？他说他来吧。这就是各位不好好写电话号码的结果，真的是命中注定的。没办法啊，没事。
学习钢琴，写一首好字也很重要啊，学不会。你确认你这个手机是有信号？刚才也是这个手机，是的，也是，对对对对。OK， 再来一次啊。哎，通了，通是通了，请直接接起来，接起来，接起来，接起来。喂喂，麻烦你上台，麻烦你上台。啊，不要电话费贵，先挂。好，现在都是包分钟的啦，电话费一点都不贵的。好，没问题。Hello。送上我们中秋的祝福，祝福。希望你这一年的中秋快乐，然后跟家人一起度过，然后希望你吃最好吃的美心月饼。Yeah，Thank you， 谢谢。好，老板，我们这个歌，我们一起回忆留念吧，有请。稍等一下，一起回忆留念吧，来，中间。夫妻先来一张，强行组 CP 吗？这是，然后爸爸也来了，这才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啊！稍等一下，来一起吧。好了。很高兴，真的。稍等一下，对，我们从这边上迷路了。他现在非常的激动。如果我一会儿让他再重复一下刚才我们的 Jackson 说出的祝福，可能他已经只记得刚才最后我们千里哥说的那一句，是吧？我也不知道，大家自己回忆吧。开玩笑了。是的，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的美心月饼来给大家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轻松美好而又幸福的时刻。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大家准备好，我们来一张大合影了。对，老板，我们两位站在我们舞台中间背对他们，然后摄影师会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一起来一张大合影。各位，我们灯牌可以举起来，但是尽量不要挡到后面朋友的脸。好，各位请准备一下，去不了了，准备好你们最灿烂的笑容。当然我觉得此时此刻也可以有一点声音出现了，各位都这么注意起来。好，谢谢。请两位留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往舞台后方稍微移步一些些。好，来，往舞台后方稍微移步一些些。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将迎来的是我们今天隆重的美心月饼的销售启动仪式以及我们的广告首播，让我们有请香港美心集团美心心理及美心产品总经理苏宏基先生，有请上海品妙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书成先生，香港美心集团美心产品总监张慧文女士，有请。这就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团聚的时刻，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今天的启动台前，有请。好，来，各位可以先把手放在我们今天的启动按钮上，稍后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21之后，请我们五位共同按下今天的启动按钮。各位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接下来请和我们一起来倒数321，让我们共同祝贺香港美心月饼销量爆红！有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下台就坐，我们一起来共同观看我们今天美心月饼的广告首播。有一种力量让人无法忘记，I'm sorry.
接下来我们来换第二个 pose 啦，来第二个 pose， 共同竖起我们的大拇指，为我们的美心点赞。可以的话，各位朋友们，请我们的掌声来让我们知道各位的热情，可以吗？好，请我们五位嘉宾留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请出香港美心月饼的团队的各位来到舞台上，一起回忆留念。有请，来，有请各位，香港美心月饼团队的各位，有请。好。我们先来第一张回忆，好，摄影老师 OK 的话给我一个手势，接下来我们可以换第二个 pose 了，共同祝贺我们的香港网红再创高峰。谢谢我们美心团队的各位，那稍等，有请我们美心团队的各位先到台下休息，那么五位嘉宾请留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上的是上海品妙贸有限公司的各位来到舞台上，一起和我们回忆留念，有请。来，有请各位加快你们的脚步。稍微调整一下站位，对，各位可以侧身站一点，往舞台中间靠拢。好，没有问题。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换第二个 pose， 各位可以轻松一点，或者点赞、比心都可以啊。共同为我们的美心点赞。来，三、二、一，现场的各位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再次感谢各位辛苦了。好，我们稍后会，大家不要着急啊，辛苦我们的五位嘉宾了，可以回去就坐，谢谢。可以先回去就坐，谢谢。有请。我想这个时间应该是我做过的所有的发布会当中最温馨最美好的时刻，所有的嘉宾来到舞台上都是像一家人一样，当然我们也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